南韩天团 Super Junior 圆满结束香港演唱会，下一站就是暌违三年再访的台湾啦。老少年们将在11月25日到27日连三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今明两天成员陆续抵达台湾。由石原打头阵，他中午从仁川机场出发，难掩兴奋的心情。出发前发文表示：“等我，顶王，哈哈哈！”果然抵台后直奔令他心心念念的顶王，打卡照简直是肉眼可见的兴奋。事实上，石原爱吃顶王一事对于粉丝们来说早就是众人皆知，过去只要访台有时间就会去顶王，不仅会带成员一同前往用餐，过去他还曾自掏腰包邀请媒体和粉丝一同到顶王用餐，可说是相当的亲民。